有很多男生在第一次跟女生吃饭时，就喜欢把自己的豪车钥匙摔在桌面上，哪怕没有，也要去租一辆开过来，好像这样就能显得自己条件非常优越，就一定能吸引到女生。先不说这样的做法已经并不流行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刚开始接触一个女生的时候，切忌炫耀自己的财富资本。这么做有三个坏处：第一，你这是主动让女生把她对你的注意力放到这个车钥匙上，等于说你让她主动去关注你的金钱物质条件；第二，你这样做会让她没有办法注意到你本身内在的优点和身为男性的魅力；第三，你很有可能因为这样的行为而丧失观察女生的三观、性格如何、情绪是否稳定的机会。因为当她知道你物质条件很好的情况下，她很有可能会想尽办法在你面前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隐忍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即使因为物质和你短暂的在一起了，但这相当于在你们之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是不会长久的。所以个人认为炫富可能是最低级的做法了。一开始就炫富的意思是你觉得自身已经没有魅力了，完全需要靠展示自己的外在条件，也就是经济状况，才能吸引到女生的喜欢。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此时桌上另一个男生拿出一把宾利的车钥匙，你是不是就没辙了，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越走越远。所以如果你不希望找一个见钱眼开嫌贫爱富的女生，就要慎重考虑，如果你实在忍不住想秀一把自己的财力，可以在交往后期再慢慢展示实力，这样做反而会让女生更有一种惊喜的感觉，你懂了吗？